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港理台的绿水青山，录音的时间是7月6号的10点半，出街的时间是7月7号。麻烦大家分享、留言、赞好，同埋揿埋隔篱嘅啷啷，记得 click 埋全部啊！咁咧就由我哋嘅新片咧就会通知翻大家噶啦。哇！呢几日真系好鬼犀利喎！系啊，嗱，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先讲下嘅恐襲擊嘅事件啊，話逐逐有嚟啊，咁咧就跟進啲恐襲擊嘅準備工作啊，咁但係其之後咧就要講下一啲恐舊嘅講下啲維他奶。今日啊，警方嗰邊咧就發現咗葵涌嘅一個工業大廈啊，就發現咗有乘車過百枚嘅信號彈啊！哇！信号弹喎、咪就係一隻飞出嚟跟住嘣声爆炸，然之后整低几件嗰啲。係呀，嗱，信号弹呢除咗话真係发信号之外呢，如果对住啲人群射嘅话呢，都会有一定嘅杀伤力㗎喎。哇，嗰度几多件话、啊、超过100枚呀、啊、真係好驚驚呀。喂，有冇拉到人啊？咔哩咔啦嗰啲嘢啊嘛。苏花好似冇拉到人喎、啊，但系咧，据我所知咧，嗰、那个大厦度，哇，我有个 friend 就喺嗰度同嗰栋嘢，以前喺嗰栋嘢做嘢喎、啊。咦，咁嗰度咩环境啊？哇，嗰栋大厦几十年历史咯、啊，搭电梯都随时搵 lift 嗰只嚟噶。哇，咁啊贪嗰度啊，就可能比较隐蔽，系咪咧？好可能啦，因為佢咧，你通常個停車場係落一落山嗰度，有少少山坡落一落㗎，即係咧平時唔入呢間大廈咯，未必會經過嗰個位置㗎。不過都好驚驚。句説話又有啲人咧就貪嗰度咧，就相對啊就比較少人到啦。然之後啊就好收藏大量嘅呢啲信號彈啊嘛。有可能㗎，事源咧呢度嘅地方平時真係冇人行過㗎嘛。咁你被發現都好神奇啊！真係好彩啊！如果你咁嘅信號彈喺香港鬧市嗰度爆炸咧，真係會傷及無辜啊！哎呀，咁就 A 君咧又要講翻句啦，今次啊又要向啊呢個警方致敬啊！嗱，不過除咗呢一單之外咧，喂，又有另外一單啊！我哋又係要向警方致敬啦噃！冇錯啊，就係、是、咧警方嗰度就拉咗九男女啊！光城九男女系啦，警方咧就喺啊7月5号啦，拘捕咗啊一批中学生啊，同埋啊竟然啊系有大学嘅管理人员啊，拘捕佢哋乜嘢？被捕人士啊又系喺度制造土制炸弹啊！不过今次咧佢哋啊夸张啦，唔单止系制造咁简单啊，原来系有计划添啊！不过你计划咧有一个大得滞啦，佢就话要炸海底隧道啊！哎呀，大佬海底隧道你都谂住炸弹去炸？啊、不过唔紧要，佢哋有意图有行动，虽然就比较低 B， 但系都可以入到佢哋噶啦。嗱、啊，但系有一样嘢咧就小心啦，佢哋话咧要炸铁路啊、法庭啊同埋垃圾桶等等。嗱、啊，炸铁路呢样嘢咧就真系好危险啦，大家都知啦，香岛啊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啊就梗系坐地龙啦，一日地龙啊所载嘅人数啊系数以百万去计算啊。你如果要搞一搞嘅话，其实啊一粒炸弹啊就已经可以咧嗨到好多人嘅啦。再加埋啊人踩人啊冇掟逃走啊啊跟住浓烟走到埋你啊，好多年前喺呢个樱花街市啊嗰、那个咩咩假理教嗰单嘢添啊。但係啦呢样嘢未算最恐怖啊。最恐怖系乜嘢呢？今次一单啊唔系流寇嚟㗎，系有精细嘅分工㗎。包括咗呢系有金主啦，有人踩线啦，有人做 production of 嗰啲炸炸嘢啦。哇，真係啦，非常之啊係有呢个组织㗎。嗱，事源呢就係、是、警方呢就收到资料啦，跟住呢就去到一个呢老尖啦嘅一个宾馆入面啦。嗱，老尖个宾馆度租一个单位啊，背后係有金主去做嘢啊。咁呢嗰个单位入面呢就係、是、负责做呢一个呢炸炸品啊嘅一个实验室啊，同埋储存啊呢一啲嘅化学原料啊。咁喺行动里面啊，警方咧就揾到嗰啲炸炸品啦、土制炸炸啦、
咁同埋咧，仲系啊，有埋咧其他嗰啲嘅计划图啊等等嗰啲嘢喺度添啊。冇錯，係啊，咁咧呢班咁嘅人咧，仲最恐怖嘅地方就係佢哋呢個金主啊，竟然係某某大學嘅管理層人員。嚇、啊？邊個 department 啊？佢哋咧，佢係持續教育學院嘅公關及傳訊主任啊。咁仲有就係咧，佢個太太啊，亦都係嚟自某中學嘅女職員啊。重要有一樣嘢就係、是、今次被捕嘅九男女裡面有六名學生，分別嚟自三間中學噶，所以咧你可以見到成件事係有一個年輕化嘅趨勢，竟然係有學校嘅職員同埋學生去參與呢啲咁嘅驚驚事件。系啊，甚至乎啊，有人就供出啊，话如果系做咗单嘢之后啊，会帮佢哋去著草去第二度啊，咁就引咗一啲咧唔知死嘅一啲啊，咁就走咗埋嚟去搞呢啲惊惊活动啊，就揾呢啲中学生咯。点解啊？贪佢哋啊，胆正命平兼冇用老住啊嘛，跟住氹佢两氹，咁就话可以做呢一单嘢啊，宁愿啊就做一日英雄啊，都唔做一世乌蝇咯。唉，总之呢，佢哋依家就唔系做一日英雄，佢哋做一世监等一世曱甴，亦都系一世嘅乌蝇啊。嗱，咁呢单嘢呢亦都可以话啦，系响起警号啊。众所周知啦，喺7月1号之前啊，警方呢就已经喺两个住宅单位度啊，就已经搵出爆炸品啦。而搵到爆炸品嘅单位入面呢，仲要搵到有人啊系用土制嘅方法去制造板板㗎。嗱，再加上啦，呢一单呢又系有爆炸品喺度喎。今次呢仲系发现啦，系一条龙服务，由大学嘅管理人员啦，以至到啊搵埋学生去做嘢啊，咁行动呢就相当之具分工性啦。再加埋啊，呢一单就无头公案，咁就搵到大量啊嘅信号弹，可以话一个星期之内一炮三响啊。再加埋啊，我哋成日都讲啦，七月一号嗰单癫狗突袭啊，今次香岛啊一个星期爆四单嘢，你都咪话唔惊惊啊？诶、哎，呢今次呢啲惊惊突袭咧，好明显就系有一啲教职员啊，同埋学生参与当中啊。呢一件事系非常之恐怖嘅事啊，因为你而家嗰啲教职员教紧系一班学生去做进行一啲惊惊活动。他们不再教学生是做社会的栋梁，而是教学生破坏社会栋梁。这一班学生未成年，又被这班这样的教职员洗脑。很明显现在的问题是出自于教育。所以呢，这一班教职员，我希望政府要考虑将这班教职员要他们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唔好俾佢哋再喺校园嗰度播毒，教坏我哋下一代。系啊，同埋另外一个啊 ，A 君亦都谂到啊，就系咧关于呢个国家安全嘅教育啦。咁今日咧，我同阿 B 君啊，都喺私底下就讨论过呢一样嘢啊。咁啊，国家安全教育咧，总共有十几方面啊。咁咧，其中啊，关于呢个惊惊嘅突袭啦，一个极端主义嘅活动咧，绝对系其中嘅一样啊。咁啊，呢个咧真系要俾咧啲人好清晰嘅信号啦。无论啊，系自己去做，定系一话鼓吹其他人去做，其实都系一个犯法嘅行为啊！嗱，所以咧，我哋琴日都有讲过啦，就话某一间大学啊，又系嗰啲教职员啊，不过呢个咧院长啊，咁就话咧系冇问题。院长，我话俾你听，你话冇问题系你有问题，你连联合国啊嗰、那个惊惊主义啊，嗰、那个定义你都未睇清楚啊！嗰度写到明鼓吹都有问题㗎，唔该啊，自己冇 PhD 有未诊啊，喺任何主要嘅学术期刊度啊登过论文嘅话，你自己搞掂你自己啦。所以呢 ,A 君会认为啊，喺个教育界呢一
定要洗太平地呢一类嘅学棍啊，系唔能够再喺我哋嘅大专学界度出现啊！嗱，好啦，讲开啲学棍咧 ，A 军咧就翻查到咧有啲资料啊，就系、是、有关于咧啲惊惊嘅特集啊。嗱，原来咧喺2006年啊，去到2017年嘅时候咧，正系啊次子大个咧，因为惊惊特集啊而离开咗人世人咧，哇，原来有98% 啊，系咧有关啊呢啲癫狗啊一条友嘅特集噶、哦。是啊，非常恐怖啊，因为癫狗呢你是完全估不到它是会突然间爆啊，同埋就是它们未必会同人哋沟通啦、啊、不会有任何的征兆就咁冲入去叭叭叭叭叭添啊。所以啊呢啲咁嘅煽动，尤其是大规模咁样去煽动啊宣传嘅活动呢，就更加容易造就一啲癫狗事件发生啊。所以呢基于呢癫狗嘅特集呢就越嚟越多啦。咁今年三月呢喺啲学术研究上面出现咗一啲大突破啦。咁学界呢就有三个学者呢就走咗出嚟呢，即係做咗全世界第一份啦有关呢啲癫狗驚驚主义呀嘅一个系统性嘅研究㗎。咁佢就结集咗呢总共109份嘅关键论文啦，就归纳咗呢有10个嘅方向啦。咁就要俾大家呢可以做研究。咁做啲研究当然唔系学术上咁简单啦，而系啊可以咧同大家息息相关，例如政府啊，以至啊市民可以做啲乜嘢啊。嗱，咁喺度咧 ，A 君咧就讲一讲翻啦，呢10个啊嘅方向系点样样啦。嗱，第一个咧就真系好学术啊，以为就系讲话咧要定义翻同埋分类翻啊呢啲咧。毒嘅癫狗嘅驚驚主义啊，大家一听话哇乜又定义又分类咁样样，对件事件有咩帮助呢？嗱，原来呢你做好返个分类啊同埋定义啊，就间接啊就帮助到呢政府内部啊系点样样协调啊分工啊同埋分配资源啊。咁由于呢我哋成日都知啦，好似係爆咗啊71嗰一单嘅突袭咁样样啦，有啲人啊就已经话诶呢个伤人事件嚟咋嘛，都唔系驚驚突袭啦。如果我哋啊系好清楚讲呢一个是驚驚突襲，就唔会有啊一啲话哎哀悼下啫咁都唔得咩呢一啲嘅谬论出嚟啦。因为如果我哋好清晰定义係驚驚突襲啊，咁所有哀悼驚驚突襲嘅其实都归类呢係鼓吹驚驚突襲，亦都係因为咁样呢我哋就可以呢可以调配到资源啦。好啦，第二样嘢就係咩呢？癫狗突袭者嘅多样性啊，乜嘢叫多样性呢？即系咧，其实咧，佢有好多方面啊嘅性格嘅。例如有啲咧就会系是非book度留言多啊，亦都有啲啊，好似71嗰个惊惊突袭咁样样啊，原来储到成屋企报纸山啊，都系啊呢、这个读嗰日报啊，再加上咧71啊嗰一个嘅哥哥仔啦，佢咧系有埋咧呢、这个。读果里面做过几个星期啊，嗱呢啲呢又喺读果做过，又啊成屋报纸山都系读果嘅呢，咁话唔定啊喺度呢就可以啊搵得到佢出嚟啦。甚至乎就算啊佢冇喺啲是非book度多留言呢，亦都可以从呢个角度呢就可以搵得到呢啲癫狗出嚟啦。好啦，嗱，另外啦就系讲第三点系咩呢？同其他以个人模式犯罪嘅相似性啊。嗱，好似你所讲啦，有啲呢就有好多唔同方面嘅特质，亦都有啲呢同嗰啲普通啊嘅一啲嘅犯罪呢係有相似性嘅。咁又用返呢依家做开啲方法啊，提高返监控同侦察能力啦，咁样去揾返出嚟啦。嗱，第四点呢就系要揾一啲呢有人格障碍又或者是精神健康有问题的人啦。咁呢个呢就更加明显啦。好啦，另外啦就是呢毒恨啦嘅驚驚者嘅动机呢同埋受到啲乜嘢嘅理念影响啦。嗱呢一个呢就可以从呢分析个人啊家庭啊社会啊政治啊宗教啊等等嘅关系呢，咁就去睇到边啲系驚驚嘅人士啦。第六点啊，我谂啊，大家啊都一定会谂得到啦，系啦，就系睇佢嘅互联网啊、社交网站啊等等嗰啲嘅资料啊。好啦，第七点就系咩呢？就系、是、咧，独行啊嘅惊惊
突袭者啊嘅规划同埋准备嘅过程啦。嗱，今次咧我哋就香岛咧喺一个星期之内咧就有揾咗四单。当然啦，有三单咧就俾我哋警方咧就截停咗啦，包括咗七一之前啊嗰一单嘅爆爆品嘅事件啦，同埋咧就喺七月五号啊光城啊呢一个嘅爆爆品事件啦，同埋咧头先啊 B 君提过啦，就系啊嗰啲嘅信号弹事件啊。嗱，其实咧可唔可以喺佢哋嗰啲规划啊以至准备过程嗰度啊，可以喺事前嗰度啊就揾得到出嚟咧？好啦，第八点就系啲乜嘢呢？培养出啊呢啲癫狗啊嘅基本条件啊，同埋施袭前嘅一啲导火线啦。嗱，导火线呢，例如 A 君諗到嘅就系啲大时大节啦，又或者佢哋要搞啲乜嘢嘅纪念日，甚至乎啊可能淨係需要睇埋啊啲咩灯啊嗰啲嘅吹风啊，咁就已经呢可以就有啲端倪俾到大家㗎啦。好啦，第九点就系咩呢？一隻癫狗啊在突袭之前的征兆啦，同埋咧消息发布的途径啦，嗱，例如头先所讲啦，就喺啲咩 TG 啊嗰度啊，佢哋会唔会 up 过啲乜嘢啊？又或者话叫大家做嘢，留意边度边度，咁就已经咧可以再睇到一啲事件有冇机会喺度发生啦。嗱，到最后啊，亦最后一点啊，即系第十点啦，就系睇啊呢啲咧。单独嘅癫狗惊惊突袭者啊，系咪有同其他嘅组织啊，或者其他社会运动嘅关系啊？组织嗰方面咧 ，A 军就奉劝啊，香岛政府咧就将嗰啲高危啊，曾经搞过呢啲事件啊，甚至乎啊，系俾嗰啲暴徒入去休息啊，嗰一啲嘅会所啊，咁啊，大家真系要睇住嗰啲渣猎人啊，以至嗰啲会所啊，都要成为一啲高危啊嘅一啲嘅组织啊。嗱，呢十点咧就系咧最近学术论文啦，就俾到咧政府啊，以至咧系相关嘅机构啦，咁样样去睇翻咧嗰啲咧单独啊癫狗嘅惊惊主义噶。咁希望咧有关方面咧就去跟进翻啦，同埋咧我哋普通市民咧亦都啊可以睇一睇翻相关啊，例如网站啊，以至啊嗰啲咧零零舍舍啊啲咩纪念日啊咁嗰啲啊，亦都可以当系两度散手咁样旁身嘅。呢关真系讲得好详尽啦，其实咧呢个惊惊主义咧都最要防范嘅话，都好需要市民嘅合作啊。因为好多时候咧，警方嗰边都未必有咁多资料，太多资料睇到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听到一啲风声嘅时候咧，不妨咧去举报事件啊。咁咧，你嘅合作系可以阻止到悲剧嘅发生嘅吓。咁咧，最后咧，除咗呢啲咁嘅惊惊事件，有啲咁嘅孤狼嘅。癫狗喺度乱吠咧，伤害人嘅时候咧，有啲癫狗咧喺公司度乱吠咧，都可能会伤及公司喎。咁咧，我哋呢个诶，寻日讲开个为呢个北恒大事件啦。咁咧，今日咧，终于北恒大嘅主席阿罗 Sir 咧就发表一个致员全体员工嘅一封信啦。咁咧嗰個北恒大主席咧就講翻我哋呢個北恒大咧，就喺呢個不幸嘅時期咧，就已經為香港為國家服務噶啦。咁咧其實我哋都係真正嘅愛國愛港嘅。咁今次事件咧係一個完全一個不幸嘅事件，因為我哋有呢個不幸啊，裏面出咗一啲咧，又係癲狗員工咧喺公司裏面亂吠，咁吠下吠下嘅時候咧，搞到外邊嘅人咧都驚咗，咁所以我哋即刻已經採取咗行動噶啦。咁希望咧，我哋係。不幸乃咧出現呢個不幸嘅事件之後咧，就再次同心協力，繼續咧愛國愛港，維護國家安全，繼續為中國同埋香港服務咁樣嘅。嗱，咁樣樣咧，這個其他奶啦，同不幸奶啦，咁啊出咗咁多嘢咧，其實啊呢幾日咧，大家沸沸揚揚咧都講咗好多噶啦。咁啊 A 君咧，其實到睇完咧。
今次阿罗生写呢一篇嘅文章咧，其实咧心里面咧都可以话百感交集啊。相信咧，大家同 A 君一样啊，同呢个品牌咧都系相识在童年啊。咁甚至乎咧，其实 A 君咧细细个啊就已经听到咧罗氏家族咧去搞呢一个嘅奶啊嘅原因，就系因为咧见到当时啊香港咧就比较贫乏啦。咁驚住咧香港人嘅營養唔好，於是乎咧就諗到咧用豆奶啊呢個方式咧去補充翻香港人嘅蛋白質啊，咁就飲唔起牛奶咧都可以有適當嘅補充品咁樣樣嘅。而呢個品牌咧由1940年開始啊，就到依家，咁其實咧 A 君咧一早咧都幾深信咧，佢哋係對香港人啊係咧比較真誠地服務嘅。咁甚至乎咧佢呢篇文章入邊啊，亦都有提到啦，爱国爱港已经啊铭刻咁样样咧，进入咗咧呢个其他奶嘅 DNA 啊，咁喺度咧 A 君咧都真系有少少咧都觉得动容嘅，甚至乎咧佢亦都咧好清楚咁讲翻啦，7月1日啊发生咗一单咧系公然挑战法律嘅严重违法暴力行为啊，亦都咧系违背晒啊佢哋公司嘅核心价值观嘅，咁所以睇到呢度咧。其实 A 君咧都真系咧觉得呢一单事件咧可能会唔会真系咧喺未曾解释之前就大家都对佢嘅有猜疑咧系高系多咗少少咧嗱呢样咧 A 君就唔够胆讲，但系咧有一样嘢咧 A 君到依家都认为咧佢哋嘅反应咧今次的而且确令到 A 君咧都觉得咧系有相当高嘅诚意嘅，但系咧可能真系慢咗少少啦。其实咧 ，A 君会认为咧，处理呢啲咁样嘅公关嘅灾难咧，同处理啊呢一啲嘅突发事件，例如咧呢啲癫狗咬人事件，其实都系一模一样嘅。有嘢爆咗出嚟，要即刻处理。例如有人话走去献花嘅时候，就要抄佢身份证，然之后就要好清楚咁讲呢一啲就系鼓吹惊惊主义。无论啊对方嗰啲打手。是啲乜嘢咩教授啊啲乜嗰嘢法律系啊等等唔使理探到行。总之呢一单系驚驚主义呢、这个立场冇得退。嗱由于呢呢、这个其他奶呢就真系做慢咗少少啦。今次呢 ,A 君眼中呢都觉得呢十分之真诚嘅一封嘅信呢走咗出嚟呢 ,A 君呢心里面呢都有啲系滚动嘅。咁但系呢系咪各界收货呢呢样呢 A 君就唔能够代答啦。咁希望呢有关方面啦能够做得到更加多嘢去证明得到呢自己呀嗰副赤诚呀嘅心同埋呢佢哋所讲呀爱国爱港嘅 DNA 能够呢俾更加多人睇到呢咁啊相信呢就令到公众可以收货啦。啊 ,B 君有冇补充㗎嘛係啦。咁咧，呢啲咁嘅事件啊，其实同呢个驚驚主义咧，都要做一样好重要嘅，就系咧防范于未然啊，就系未发生之前咧，就好应该要禁息佢。有少少迹象嘅时候，就一嘢拍埋落去，令到驚驚事件唔会发生咧，呢、这个先至系咧最好嘅抵御驚驚主义袭击嘅。做法咁咧，希望咧各位社会各界啊，同埋企业咧都做好佢自己嘅工作啦。好，今日我哋讲到咁上下，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